嘿，吃不胖的小姨妈来喽！我跟你们讲哈，我儿子跟我讲，他同桌他有多爱吃多爱吃那个什么手剥笋。作为一个老农村出身的我，我也要来吃一吃，人生中第一次吃手剥笋，吃不对了哈，你们要提醒我怎么吃的。反正嘛，我觉得嘛，塞到嘴里应该就行了。我倒挺想吃的，一层能吃吗？我这挺硬的，应该不能吃哈。你们再试一试，粮食终归是不能浪费的，这层能吃吗？味道好好吃哦，好像不用锅直接吃不就行了吗？怪不得叫手剥子，我咬不开，咬不动。果然剥三下就露出来了，好爽哦。来根长得粗壮的，好东西要这样吃。咬不动了，是谁的心呢？哇哦，有汁，哇，一层一层的剥开他的心，那是哪首歌来着？这也太好吃了吧！这么好吃的东西，怎么可以我一个人独享呢？还剩着小半盘子，给我儿子搂过去。喜欢的点个关注哦，你说吃什么，我们就吃什么。